我们开着祖玛他哥哥的车，我们去景区里面山上，叫上车呀，祖玛。挖野菜是吧？对，我们去挖野菜。好，挖野菜。还有我们两面后面两个啊、对，还有来打个招呼 ，Hello， 你好。哎，你好。好了，我们走喽。好了，走起来。我们往山上走。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挖什么东西？挖野菜。野菜还有哪？就野菜是吧？对，今天的任务就是去挖野菜。对，然后晚上就可以吃。那有时候你们是去挖的时候，还有冬虫夏草是吧？对，冬虫夏草的话，它肯定早上就很早，比如说6点钟啊，然后我们就起来，然后我们就出发，然后基本上一天要7到8个小时。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长期住在山上，然后我们营地是3600左右，然后从那边我们就住1到2个月这样。对，要住1到2个月住山上。对。所以，但是呢，你这次不是你走不了吗？对。这只能我们山上去挖野菜了。对，大家体验一下。对。好嘞，我们走起来。是阿家，我远远的走来了，唱着入冬人的歌，飘着长长的发。好了，我们到了啊，这个开车过来大概也就5公里左右，我们就到了。我们今天去挖野菜有4个人，啊，一个是卓玛，还有卓玛两个叫过来的两个帮手去挖的野菜，啊。帮手？什么？那不是帮手是什么？这是我叔叔的太太嘛，这是我姐夫的妈妈。这都是亲戚。对，因为晚上可以吃野菜。对。陪我。对，都是亲戚，都是亲戚。好，我们跟着他们走。这个环境还是很好的啊。卓玛大概要走多久？有多远？一路都有，到上面以后。一路都有是吧？对，到前面一点，然后。哇，这个树好。好大，哇，大家看一下这个树有多粗，好大的一棵树啊。哎呦，山上有点冷啊，我感觉这里的温度估计也就只有10度。现在没有游客啊，他们这里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基本上没有游客。哎呀，他们在说藏语，听不懂。我感觉没走多少路，就有点喘了。哎呀，这里毕竟是海拔2800，有点喘了。哇，这里旁边都是水，溪水溪流的声音啊！我这说话声音估计听不太清楚了。哇，环境特别好哦。哪个是野菜？那里啊，你看。这个都是野菜是吧？这个都可以吃的。好，对，没办法过去，我们往山上走。这里也是叫卡龙沟，叫风景区里面。卡龙沟风景区里面。他们跳下去了。我去看看。就是这样的野菜，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这些都是这些都是野菜。哇，山上好多好多都是这种。纯天然的。穿过了雅鲁藏布江，走出了喜马拉雅，要让心中的
歌飘在蓝天下，我要好了，竹马在那边采野菜，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就这么一点吗？没有啊，你看衣服都破了。哇，下面多，小心哦。这些都是吗？对啊。是吧？那我要轻轻的。哦，新鲜的野菜，大家看一下。哎呀，我们竹马在采野菜的赵竹姑娘。卓玛，哎，这个野菜非常好吃，但是它是分地区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村呢，就这个沟里面的这个野菜非常好吃。也就是这个沟里面的好吃，别的地方都不好吃，是吧？然后其他地方是它是苦的。别的地方是苦的。对，就是这个地方的，这肯定跟水质呀，然后还有这种说法。对，这个野菜它。其实是长相是一模一样，但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这里只有这个地方，它才适合我们拿来吃，对不？对，其他地方是苦的。别的地方是苦的。我看到野猪的屎，这肯定是野猪拉的。这里有。这里有野猪吧？对。还有像这种，你看还没长大。这也是野菜吗？这不是。它是个很好的一个药材是很好的药材是吧？对，它还没长大，等一下我们装在这里面像它这个根和一起然后我们小时候感冒就因为家里没有药也没有，因为这小时候没有条件不好，对，就吃这种东西，然后不是吃它这个呢就是这样挖，然后跟它一起这样跟根一起挖好了以后它就晒干晒干以后你假如说你感冒了然后把这个洗干净然后泡水然后洗澡对，在这里面洗头用这个东西对然后就拿一杯水来喝，你的感冒绝对会好这样的对因为它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很少用呢？因为各种的药各种什么东西交通各种方便，然后大家也很少用。小时候我们生病全是用这种。全是用这个。对。大家看一下，还有看看竹马手上戴的那个手镯，也很漂亮是，这个是祖传的。祖传的。对，都不卖都不卖的是吧？这个就是你的嫁妆。对，我的嫁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赵祖跟亥祖应该可以通婚吧？通婚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昨天很多人问我，豪哥，问一下竹马，亥祖跟赵祖通婚吗？我替大家问了赵祖跟亥祖都通婚现在卓玛还是没嫁人还没男朋友大家赶紧赶紧到卡子沟是吧？是不是叫卡子沟？卡龙沟。卡龙沟来找卓玛。来找我玩。对，找他来玩。对。顺便培养一下感情还可以这样说呀。对呀。顺便你看把你也推销出去了，你看你要嫁人了以后我是很大的媒人不，你是证婚人。我是证婚人是吧？那好了。我们那边媒人是要送鞋子给我穿的。是的呀。我亲自给你做一双吧。好嘞。大家看一下，这树都是枯的枯了，上面长了好多的那个草，然后这个树枯了以后，然后再腐朽了以后，再变成泥土，然后这样周而复始。这里的土质营养就特别好，特别适合生产一些野菜啦，那个菌类啦，然后一些药材啦。竹马已经走了，我们追上去。我感觉这里面温度很低估计就10度左右，我有点冷，我把帽子外面再套了一个帽子。环境还是特别美，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都是枯树特别漂亮。因为比较轻，它不会那个。竹马能过去，我也能过去，没问题。我没有问题。我一个大老爷们，我也能过去。我也能过去，我靠！你不要掉下去。放心，
你能过，我肯定能过。哇，这个还有好多竹子啊！哎呦，有点不好走。看吧，是不是？可以，没问题，你走吧。嗯。那你从这儿，然后往下。我怎么走？你到这里来。我到下面来。啊。你小心啊。我没问题。你没问题是吧？那你走，我也能走。这就是女汉子啊！这就是女汉子。哎。所以。也是因为你是女孩子还没找到老公的原因，这是我帮你分析的。哎，等你有了男朋友，一定要抓小鸟依人啊！啊，千万不能抓女孩子哈。什么？我说等你有了男朋友，一定要抓小鸟依人，千万不能抓女孩子。是吗？那当然了，你女人都能干了，那男人没得干了嘛，没得表现机会了嘛，对吧？是这样的吗？那男人变女人了嘛？好了，我们跟着卓玛采野菜。哇，这里草，大家看一下，这么深，一脚踩进去。你看卓玛的采野菜手法还是特别麻利，一看就是贤妻良母型的啊。你现在今天，我一直把你在推销啊，因为我一直在等着我那双鞋呢。是吗？啊，对对对，我一直在等我那双鞋。你要什么鞋啊？是 要那没人介绍的鞋肯定要高档一点嘛，不能忽悠的嘛。高档是那你手工做更好。你看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嘛？其实这个很像什么？你看一下。很像什么？你自己看。不知道呀，你不跟我说我咋知道嘛？就一般很多人就是一看，还真像冬虫夏草，哦，有点像冬虫夏草是吧？对，你肉眼看它其实是很像的，你知道吗？哦、那这个不是冬虫夏草但当然不是了，它什么都不是。啊、对，这个就是原始森林了。对，你从这儿往上，自然拍、啊，你看。啊，都是吗？对啊，你看。哇、哦，漂亮！我们跟着卓玛的脚步继续往里面走。你看，还有这个。这个是啥东西、啊？这个、又发现什么宝贝了？对呀、啊，蕨类非常好吃哦。啊，这个也可以吃吗？对。这要挖去吗？对，但是它还没长出来，就放在这儿吧。哦，还没长出来是吧？对，下次别的来了就可以采了。哦，下次现在还没长熟，是吧？对。好，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哇。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你能进去，我都能进去。是啊，这里就是没有鱼啊、哦。会有的，很小很小很小。哦，小鱼大鱼肯定不可能在这里了。对。嗯，我得把视频关了，我再跳过去。你能走，我也能走，我绝对没问题。我靠！我靠！我靠！不能把野菜给踩坏了。你不要把你的那个鞋弄坏了吗？不会。然后还有这里，你看。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宝贝。这是啥东西嘛？这是干嘛用？来，直接这样吃。这个直接吃啊？嗯、你吃。哇！我要给你煎一下。这个要洗一下吗？不用洗。不用洗啊？这个肯定不用洗啊。啊、哦，好，那我也拿几个吃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啊、嗯，看我吃啊，看我吃，大家看我吃。嗯。这个真好吃啊！哦，就小时候我们吃的那个。摔的那个东西，太酸了，你自己吃吧，受不了。酸甜的好吗？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叫什么了，忘记了，一下子想不起来。我们小时候经常这样吃的呀。这个你们有吗？啊？这个小时候我们的零食。啊，小时候你们的零食是吧？看你吃零食呗。来吧，来嘛，来嘛，来嘛，吃。我不用害羞，不用害羞啊，都能吃了，我也吃了，酸酸甜甜。嗯，对吧？又找到小时候的感觉了吧？美美的。还没有啊，美美的。然后我们知道夏天到这个地方，你看、嗯、这个上面，这也可以吃的。这个上面会长野果。哦，会长野果。黑色的。黑色的野果。特别甜。真的。对，像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但是它很小。哦。对。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夏天组织车友来这里找卓玛。对。顺便来采野果。它这里有很多野果，所以我们
只要到夏天，我们基本不缺水果，有各种野生的，但是，而且这是有机的，对，全对吧？全有机的，而且全没有化肥的，对对对对，这个都是原始森林，对吧？哎呀，然后酸的、甜的，然后各种都有，都有，对，地上长的，然后树上长的，啊，都有，对，有刺的，有不带刺的，哇，太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大人里面都是那个小时候的味道，你知道吗？那也就是我们只要找到卓玛，就找对人了，对不对？对。现在夏天什么时候？几月份？他从六月，底七月、八月、九月。哦，六月底、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对，十一月也有一种。十一月也有。对。哎呀，可惜这个季节我刚好去新疆了。那下次要是我不来，大家车友来的话，可以找卓玛啊，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头条号，卓玛。家人就说，头条号名字告诉一下，叫什么？叫阿加卓玛寻宝之路。哦，阿加卓玛寻宝之路啊，可以关注他的头条，可以给他发私信，可以向他要微信号。啊、哦，所以都在踩，大家都在踩，来了。其实，你身在这样的藏区，或者说身在这种小地方，其实很幸福，你知道吗？对，其实很幸福的啊、哦。对，没有太多的烦恼，每天对啊、然后这样简单的生活啊，因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对，我也很喜欢。啊，下次看两位妹夫有这么福气了啊！啊，下次看两个妹夫有这么福气了，哎，确实很幸福。你看，走在山上摘摘野菜，对吧？然后空气又好，又原生态，这个泉水比我们喝。矿泉水更好，对吧？矿物质又高，啊，这都是哇，这什么？这松果吗？对，松果，这边很多松果。啊，松果，啊，对。好，下次需要的我给你们寄啊。这个也可以寄吗？干嘛用吧？这个装饰啊，对，松果的装饰是很漂亮的。哦，可以找松果。后期我肯定会也会做一些松果的东西啊。对。啊。哎，这样松果漂亮了，要。啊。那什么？哦，有木耳，等一下我们去拍一下，有什么？野生木耳。哦，野生木耳是吧？对。来看一下，哦，这个就野生的木耳。哦呀。来看一下，野生的木耳。哎呦，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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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摘了吧？那晚上可以那个凉拌。我们可以吃烧烤。啊，凉拌可以拌吗？可以啊。那边还有呢。哦，野生蘑菇，这个什么木耳，对，我也摘一个，这个我来摘吧，让我摘一下，啊好，哎呦，好好，哇，好多，哎呀，还来我这花，哇，太开心了啊，第一次来这种原始森林采野菜，采木耳啊，感觉太好了，可以，下次再带大家挖虫草，对，挖虫草，嗯。好多野菜，晚上美美的可以吃一顿。嗯，啊，下面是另外一种野菜是吧？对。你小心一点哦，要不然我帮你拉一下。小心哦。啊，这是另外一种野菜，小心。这个也能吃的吗？你吃一个。我不要吃。你吃一个。我吃一个，我不吃。我不吃，咱吃坏肚子了。不会，不会是吧？啊，你，我不吃。啊，吃一个。啊，我也吃一点。这个确实可以吃吗？拉肚子了，你找我。啊。啊，这个也在。我吃不出来什么味道。对，它一般就是做包子很好吃。哎呀，有一种很强烈的味道，我受不了，我吃不了呀，可。降火。我吃不了，哇！这里泉水是甜的，我给大家喝一下，泉水甜的，啊，这个好喝。啊，不错，这里不错。没有。哦，这个泉水可以直接喝是吧？直接，我们全部都是直接喝的。啊，直接喝，没有寄生虫的啊。没有。因为它水冷，对吧？对。啊。因为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喝的。对。看卓玛这个娴熟的手法，就知道他经常在这里抓野菜。哇，这两个大妈已经跑到里面去了。哇，这个树好大的树哦，就这样。
倒肥料了。我们去看看他们采什么。哦，也是野菜，看到也是野菜。哇，这路况不是很好啊，要小心地上。哟，往上走了，怎么往上走了是吧？好，我跟着走啊走。哎呀，啊，他们那边又找到一种野菜，这里野菜好多种，各种各样的都有。是哪种啊？什么样的嘛？它呢，就像高原的大蒜、蒜苗。哦，对，有点像味道，对，味道也很接近的。哦，有点像高原上的大蒜。就你外面的大蒜和蒜苗嘛，这个是高原的。哦，它是高原的，对吧？对。这个也可以直接生吃的。哪个生吃？不要吃了。我不敢吃了。你放心，你不敢吃，我们没事。好，你吃吧。对，我拍。你也摸吧。摸了。好香。太香了。要不要放吧？不要的。啊，你看，风轻如叶。竹马又找到一个。哦，就这种可以。啊，你这哪拉着户口啊？我们叫我们上去，小心啊，走独木桥了。好，我陪大家进去。哇，他们身轻如燕啊，我只是第一次走，就没他们走的这么快啊，又拿着下机。好，走到大路上了。哎呦，狼叫了又在。来，好，出来了。哇，这里水好清啊，大家看一下，特别清。什么？竹马，你怎么要给我们唱首歌？对呀。好啊，我们听听竹马给我们唱歌。来嘛，唱山歌喽！来一段嘛，来一段呀，来一段。来一段，我先带你去坐的地方啊，快点。哇，这里好多瀑布泉水。哇，这里山泉水，这都是什么？这是雪山上流下来的水是吧？全是。哇，我们走到那儿，然后可以看见对面那个雪是那个山。好，在我走之前，我这里灌两桶水去。都是那个呀，很多很多游客到这里来呀、然后他就会把矿泉水倒掉，然后就接这个水。他们说这水是甜的。这水甜的，我刚才喝的确实甜。最主要是这里矿物质好，你看，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水就很清很清，它沉淀下来了，它一个没有寄生虫啊。好，我们上去，跟着竹马走。哇，直接那边去喝水就行了。你这样喝水吗？你要洗水洗手是吧？哇，上面的水大家看一下，这个要拿矿泉水瓶来装。这水现在还小，它再过一个月它就变大了，整个瀑布然后像瀑布一样了，对吧？它整个瀑布上来。哦。然后下面还有个更大的瀑布，很大的瀑布。还有更大的瀑布。对，要走过它的顶上。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水该不该紧啊？哎呀。哇，特别干净。
好了，带大家上面的一个小观景台去看一下啊。要不把那个野餐吧，等一下我们就往这边下山道走。啊，好，走，随便随便你。我把啊，你要野餐拿上是吧？好，他把野餐拿上，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走。给大家上去。好了，我们上来了。哇，这里感觉看起来更漂亮。视野更广阔是吧？对，这里水要是下雨季的话，这里瀑布感觉就更好了。对，它整个都是。对，上面一个瀑布就是泉水都是。啊，从山上泉水从山上流下来的是吧？你不是看见那有个白色的那个吗？啊，从上面流下来。对。哦。然后呢，顶上流下来的。啊，对，顶上流下来的。对。哇，特别漂亮。上面有更大的。啊，上面还有个更大的。啊、哦，就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就这里了。哇，这个树都是几百年以上了吧？对，这个叫什么树啊？松柏。啊、哦，是松柏树，特别笔直笔直的。山树上面的这个白色的须须呀，啊，它代表的就是它的空气质量。哦，哪里啊？哪种啊？就是这种须须嘛，白色。哦，这个须多是好还是不好？啊，空气质量好的地方才会有，其他地方没有。哦，是这样的。空气质量对达到百分之多少，然后它才能有这个东西。啊，才会有这东西。哎呀，现在就是没游客，都荒废了，这里还没有开放。明年就开放了。啊，明年就开放了是吧？对。好。然后里面的风景会更好。好，里面风景会更美。更多于瀑布啊，然后盖花池呀、啊，然后还有、哦、仙女池呀、啊，各种、哦、对。然后这边呢，更多的就以这个原始森林为主。对，原始森林，对，特别适合那些城市生活久了想来透透气的，对，来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大自然气息，对，这里就特别好。然后这一路呢，我们再上去的话，就这种花。啊，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讲，就这种花就会一路有很多。哦，这种花是吧？对，你可以就这种吗？进去去拍一下。啊、哦，进去的拍一下。你可以进去呀、啊。我也，啊、哦，去看看那种花。好的。然后这上去一路都会有很多。哦，很多是吧？有竹马带我们去近距离再看一下这个花，这个里面有很多这种花。它有五颜六色。啊、哦。对。哦，这种花。哎，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很漂亮的，它一路都有很多、哦。很多是吧？对，它有粉红色的呀，白色的呀，哦、红色的呀，这种都有。对。这里树枯死的，就只能让它枯在这里，不能拿走的，对吧？对。作为这里的一种养分、肥料。对。然后喂养各种各样的动物。走不动了吗？啊、我能走得动。走得动吗？啊，可以啊，没问题啊。那走啊。去绕一圈是吧？对呀、啊。好嘛。叫来得来一次吧，对呀、啊，要走就走一遍，要下次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的，下次马上会来好吗？啊，等我妹夫找好了我会来，啊，等我有妹夫了我会来啊。哎呀，环境是美美的。不过下次来游客也多了，估计。对，小时候你看我们就会拿一个刀，然后因为没有我们没有那种小时候没有饮料是吗、啊？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个刀，然后切一下，不是对切很细的这里弄个啊，你干嘛呢？切一下，然后我有刀啊，不行，现在不能破坏，啊、现在不能破坏。那是小时候啊，那小时候。然后就放个碗、啊、放在这里，啊、我们下午放学就来，然后放在这里，第二天来的时候满满的，哦，那个、很好喝吗？这可以喝吗？太好喝了，对。真的假的？当然了，怎么会骗你呢？哎呦。对，但是现在不能弄了。对，现在都舍不得去破坏这些了。那你割了一下又不会死？对，其实是不会死，但是我觉得、啊、有点心疼了，是吧？万物都有灵性哈。对。啊。因为小时候。那你这么说，你野菜也不能采呀、啊？对吗？你这么说野菜不能采、啊、不是野菜它马上又要长起来吗？但这个你看它就是不想去给它留一个疤痕在那儿。哦，是这样的是吧？对。哎呀，我倒想这里要是有鱼的就好了。有鱼啊，很小啊，我小时候也钓啊，我们就买了那个、你们小时候会钓鱼吗？会啊。啊，哇，这个上面有什么花花篮，这个小花呢，你看
这边有花。我们就会拿这个柱，这个叫什么？叫竹子是吧？竹子啊。对啊，竹子，然后直接在水里面蹬，然后这样下。哦，就有鱼了。对。真的假的？真的。那现在能再试一下吗？现在不会抓了是吧？好像现在就觉得长大了，好像有点。不会了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挺漂亮的，蓝色的紫色的，特别漂亮。我把镜头拉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了吗？紫色的花，这个花能吃吗？不能。哦，这个不能吃啊。它就是代表夏天来。我给你介绍。这个花什么意思啊？啊，这个花呢，其实象征着夏天到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就是冬虫夏草，很多就是已经出来了。它这个花也会出来。对，它就是个象征，其实对。哦，这样的。对。哇，我又看到一个很大的柏树。哇，好大！这个还不算大，里面三个人都抱不完的那种。哦，里面还有三个人都抱不住的。对。哇，这牛逼了！这个树以前就是拿砍过去可以造皇宫的，是，对不？对，人家古代的皇帝就拿过去砍树，砍过去造皇宫用的。对，九几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伐木很厉害嘛，啊、国家就是对，然后森工就是，每天就看几十辆车呀。啊，伐木。对对对，伐木很厉害。原始森林破坏了。对，破坏得很厉害。然后这个沟里面还好了，其他两个沟里面、都没了。然后有，但是都现在就是比较细的。哦。然后基本都是。没那么粗的了。对，粗的很。很少。对。哦。然后几十年，然后后面不是国家出台就不能砍了。不能砍了。对对对。哦，你看这比柏树就是像人一样，挺拔了腰杆。对。做人要有志气。你看它这边叶子多。就是迎着太阳的面对吧？对。这边是不是迎着太阳？对。这边什么没叶子？下面呢有两棵树。哦。它两个树很奇怪哦。啊。叫情侣树。哦，叫情侣树。对。干嘛嘛？情侣树。干嘛嘛？那不是有介绍吗？你没中文呀。The love, the love stuff。啥意思嘛？情侣树的意思。哦。它上面有个树，一个是白树，一个是青冈，然后它们俩的根是一起，哦、你知道吗？哦。对，很奇怪。这一个根里面长出了两个。对对对对。然后。哦，叫情侣树。那为什么不能叫那个兄妹树呢？一个根里面长出来的，情侣是不是更有纪念意义一点？应该是，因为情侣会出来旅行嘛，兄妹一般不太会出来旅行。你就看一下这个水有多清，能喝吗？当然能喝了。我看看清不清，现在喝一点。那我先洗个手。哇，很清很清，我再喝一点。啊，甜的。啊，好喝。啊，口渴了。啊，这水好喝，特别凉，这估计就五六度吧。哇，手冻了，这都是山上的那个冰水啊流下来的。怎么，你要不要来点？我先喝饱了。哇，好喝。哇，手太冷了，哎，这个手太冷了，这水长这么冰了。哎，两只手，再多一点。再来，难得喝的哦！哇，真的甜的，太好喝了。嗯，走。你看那个花，哇，这里漂亮，这个漂亮了，这个漂亮，大家看一下，恨不得我给大家镜头拉进来一点啊，看到了吧？这个应该也叫紫色、紫白色吧，特别美。啊，我觉得像这种原始森林啊。可以带着孩子特别来感受一下，下次我等我两个娃放假的时候，我会单独再带他们来这里玩玩，啊，我觉得父母要有时间的话，确实可以来这里带他们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哦，这里就是大自然的气息，原始森林的气息，我觉得这种感觉对孩子来说特别亲切。你看现在小孩子，像我儿子，天天一个手机，已经戴眼镜了，四个了，让他这种原始森林里来走一圈，我觉得特别好，对孩子也是一种。森林的那种净化，啊，不能老是让他天天看手机，特别好，哦。